无闲规工啊，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。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，主题分享，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，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安，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，我是主持人阿秋。今天是全新的一年一月一号元旦呢，大家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啦！好，那么呢，马上来关心我们今天全新一年的重点新闻，报报重点新闻。中国 COVID-19 疫情激升以及台商春节返乡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宣布，从今年的1月1号到31号实施中国航班入境旅客加强检疫方案，在机场进行唾液 PCR 检验。1月份估计裁检旅客有30000人，不含航班机组员。由于中国疫情升温且资讯不透明，日本、印度、意大利还有马来西亚等多国忧心疫情扩散，纷纷加强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规定。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也宣布，为了防范新变种入侵，加上考量中国疫情资讯欠缺且不透明，从今年1月5号开始，来自中港澳旅客一律需出示搭机前2天内的阴性证明。第一天卖报收一个资讯量爆炸的新闻哦，来，要过年啊，来报一条这个农历新年叫兔年嘛，吼，来播一首有关于兔子的歌曲，叫做《小白兔》，这是一首儿歌哦，哦，来自小马哥系列的歌曲啦，吼，大家做回来欣赏。亲爱的民众，今天开始，行政移住家总处将会办理家庭收支调查，派人到府上进行访问。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、支出、设备和主体状况。
调查结果将作为整体统计分析，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。你的个别资料，我会妥善保密，绝对袂泄露出去。感谢你的配合。以上是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。生啊，生啊啦！我有听到渔业广播电台咧风声讲，我无生啊呢，叫咱赶紧回航啦。哦，真的哦，阿发啦，是准备收网啊啦，咱赶紧来登哦。Yes sir 有任何海事海难发生，或者是失踪人口的协寻，警卡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-008-166。平湖今天准德兴河十月二十八号半暝啊，起予一只货轮坠落，不幸冰船船长杜天祥游员下落不明，要请伫个平湖附近海域航行专业的专家到山来找找。出海这么久，哪拢无消息的？离婚离合的人生，希望永远关心您。变化多端的天气，提供永远守护您。海上射击有个，海上航行的安全，提供预先提醒您。渔业广播电台，跟您永远行做伙。抱抱，趣味单元。Hello， 欢迎到来暗时宝宝，我是主持人阿秋。今天是礼拜日哦，也是新年呐、啊、哦。那时宝宝每礼拜日的台湾主题是行脚台湾。哇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今天哩全新的一年，有欢喜无？昨下下暗是毋是足嗨的啊？哈，还是根本就是伫厝内底困啊昏昏去安尼？哦，真侪人其实拢伫咧厝内底跨年啦，无想要出去人客人啦。啊，困落把身体嘛袂歹啦。啊，若是讲你爱斗劳力，安尼吼身体一些刺激也是不错的选择啦。好，那么过了国历新年呢，马上就要迎来农历的过年了。那么阿秋咧，今天咧特别来分享一挂有关跨年的台湾谚语，还有吉祥话哦。第一句，兔年好运挡袂掉，兔年财运滚滚到。这个新年呢，很讲求运气跟财运啊，所以咧，希望都可以滚滚来。喂，提醒一个，提醒一个啊！阿秋今麦咧分享的是跨年的吉祥话哦。那是讲你过年有要讨红包的，也是讲要发红包的啊，把这个吉祥话记下来，这个是很受用一生的哈。给你提纸笔甲记起来。第二句，新年新春兔来报，金兔银兔福兔到，兔年发财乐逍遥。嗯，这句嘛水啦，有押韵啦。第三句。福兔贺新春，第四句，兔脚为你开财路，兔耳为你招幸福，兔背为你驮康寿，兔兔常伴你左右。哦，这可爱吼、哦，兔啊卡，兔啊耳啊，个兔啊卡只片啦，啊来就是全部拢兔啊啦，围绕着你啦，很吉祥哦。第五句，白兔迎春步步高。黑兔招来大财富，花兔迎接满团圆，灰兔为你带幸福，祝您兔年吉祥，迎接兔年新气象。哦，这个是用颜色来区分，有白兔、黑兔、花兔、灰兔哦，迎接这个兔年。第六句，这是谐音啊，谐音的双关哦 ，Happy New Year to you 啊，这个 to。兔就是对了，对谁说了哦 ？To you。第七句，玉兔迎春，好运连增，这嘛是押韵。第八句，新春开运，红兔大展，红兔大展是甲迄个谐音，红兔大展啊，甲比第四声啊。第九句，福兔绵延，年复一年，哦，这句嘛碎了。
第十句，玉兔临风，潇洒倜傥。哦，我看星爷电影就知影讲，伊拢会讲，我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胡真，英文名字叫胡真，玉兔临风，谐音双关，玉树临风啦吼。第十一句，兔飞猛进。十二句，兔来运转。第十三句，银兔满堂。第十四句，扬眉吐气，吐气嘛吼，吐气。第十五句，福兔来富。第十六句，奋发图强，好、哦、嘛是奋发图强啊。第十七句，宏图大志，到当多迄个宏图大展赶快了吼。第十八句，气就吐心。第十九句，名师出高徒，嘿，这幸好用来祝贺老师啦，出高徒了吼。第二十句，安兔乐业。第二十一句，师兔同庆，师徒同庆啦。第二十二句，风兔翩翩，风度翩翩。第二十三句，雍容大兔，雍容大度了吼。第二十四句，知恩兔报，知恩图报。这个可以用在兔年礼盒啊，送给重要的贵宾、哦、代表是感谢的吉祥语。第二十五句，瑞兔生风来进宝。第二十六句，玉兔迎春天心向，人逢太事随兔月。第二十七句，春满东方前兔似锦，哦，前途似锦啊。第二十八句，兔年送之兔，大发利市一定富。第二十九句，红兔祝你事业旺，兔郎望你爱情长。第三十句，看到你就想吐，无啦，讲生气，会使用来招呼你的麦子啦。好，咱先休困一下，为着去报上一首歌曲。当时明月在，来自罗吉镇神心收音处，大家坐回来欣赏。心机，明
好想去台湾看一看呢、啊！可是我是猫咪，你是狗狗，我们不是人类儿，要怎么过去呢？喵！嘿嘿，我这里有管道，可以安排你们搭渔船去台湾哦。嘿嘿，好犀利呀！千万别上当！依据台湾规定。渔船不得擅自载运犬猫进出国，否则最高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，甚至你们所载运的动物也必须被销毁哟。俺怎么听不太懂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狗狗猫咪偷偷搭渔船去台湾是违法的啦！如果被查获，不止渔船要被罚款儿。狗狗猫猫还可能被销毁儿，原本要去台湾，结果却变成去天堂了。喵！这真是太可怕了哟！啊、那么狗狗跟猫咪有没有合法的方式安全地来到台湾呢？当然有啊。民众如果有需求，可以在20天前事先向房检局申请输入许可，从房检局指定港站入境，再依规定向房检局申请检疫就可以啦。听起来好麻烦，真的不考虑坐我的渔船吗？喵，警察先生啊，就是这个人。输入犬猫，请依规定办理，保护自己也保护猫小孩哟。Yes, sir. 阿明啊，你户籍迁过来以后，敢有到这边的农会重新申请参加农保无？哈，要重新加保哦。哎呀，参加农保的投保单位是户籍所在地基层农会。如果哦，农保被保险人户籍哦迁出原本农会，按照规定哦，农保干那会当保障到户籍迁出迄间为止哦。你要赶紧哦，向新迁入的地区的基层农会重新申请加保，经过农会审查通过，向劳保局申报以后，才会当继续农保的保障哦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365天，渔广陪您走过每一天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多谢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的一天。无论是艳阳高照，走在阳光里，或者是透风。落大雨，你早起啊，落大雨，落甲稀的雨。渔广总在你身边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全年无休，甲你真心来交陪。终于后尾真心来交陪。企业广播电台，甲你永远行做伙，永远好咱做伙。
Hello， 欢迎回来暗时播报，我是主持人阿秋。嘿，拄只咱甲大家分享到各种的兔年台湾吉祥话，继续来甲讲落去哦。哦，这下长啊哈。第一句，新春福兔送吉祥，银兔进家富满堂，肥兔祝你寿延长，奶兔为你送健康，耕兔愿你粮满仓。哦，这个是这个高矮胖瘦的这个兔子啊的吉祥话。第二句，春满东方，前兔似锦，春满东方，动如脱兔，春满东方，玉兔迎春，春满东方，红兔大展，东方玉兔贺新春。第三句，青羊在望，不如一兔在手，羊上狼不上，马跳猴不跳，兔年吉祥。第四句，扬眉吐气，让恁事事拢欢喜。第五句，兔年送只兔，全家乐悠悠，让这头兔伴你左右，永远动如脱兔。第六句，兔年气象预报，你将会遇到金钱运、幸运风、友情物、爱情路、健康侠、幸福云、顺利双、美满雷、安全宝、开心闪，他们将伴你一整年。这什么歌？第七句，兔年佳节到，向你问个好，身体倍健康，心情特别好，好运天天交，口味顿顿喵。第八句，玉兔夸夸来，新年悄悄啊搞，愿您在新的一年让工资飞，让奖金飞，让快乐升级，让幸福加倍，让健康作陪，让万事顺遂。第九句，兔在江湖飘，不爽就发飙，祝兔年红红火火，生猛生猛。好，这以上拢是正常的版本哈。啊，来咧，最后阁有一挂时间咧，阿秋家己收几个啊歪梗版本咧，唔通笑死哈。第一，万兔随风奔向成功。万兔随风是三哇哥咧 ，one two three four 啦，叫做万兔随风奔向成功。哎、欸、呀、欸啊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阿秋的这个创意是十足的。第二句，好料吃到吐，幸福又饱足，哎、欸，没办法哦，嗯，好食。第三句，过年啊，这台语过年大家小吐会到啦，小吐会到啦，肚子的吐啦，好，哎、欸，有好笑啊，让我家己咧打笑，笑到流鼻水出来。哦，来第四句，有阴阴暗来小吐。吐心声啦，这个吐心声啦，哎、欸，这唔好想歪去哦。第五句，祝你今年娶新娘，娶到美丽兔女郎，体贴温柔又大方，新婚之夜入洞房。哦，这句就是叫你赶紧去结婚啦。第六句，祝你有兔翼功能，可以料事如神。第七句，兔年中乐透，兔啊随你过。就是哦，你若有钱的话啦，就安尼，兔啊随在你，看要买几只拢会使啦。好，第八句，兔子兔子相貌好，白皮袄没烦恼。哦，这句就是讲你像白色兔子一样，这么的单纯，这么的天真。哎、欸，有点讽刺哎、欸。第九句，神龙兔珠。兔灯龙珠，哇，收集到七颗龙珠的话呢，就可以实现愿望哦。第十句，兔子爱跳槽，越跳心越高。哦，这句就是要献给迄常常在外头咯，只有三分钟热度的年轻人啊，这些少年人啊，常常在外头咯啊。希望呢，你们都可以越跳薪水越高。哦，这以上就是阿秋所修出来这个十句的歪梗版本的兔年吉祥话，大家参考就好啊，笑笑就好啊，别真正拿去用哦，会有人扒哦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到的所有的兔年相关吉祥话，较正常的拿去用就好啊哈。啊，迄好笑的咧，大家听众朋友若是有收到吼，佮较趣味的，也是讲哦乱七八糟的，麻烦因伫阿秋代班钓鱼上头尾阵，靠你来甲阿秋讲吼，大家咧笑笑嘛好啦。哦，哎、欸，笑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呢，延年益寿哎，心静活血，长命百岁。好啦，不管你有什么希
言律师还是五言绝句啊，好的，欢迎跟阿秋做分享。嘿，时间的关系咧，先分享到这哈，今天的阿喜宝宝特别加新歌一段落咯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我后日拜你了，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做伙哈，世界的台湾言语。好，明天再见啦，再会。最后大家播上一首歌曲，好，这是李碧华小姐的歌，叫做《芳草亲友亲》，芳草亲友亲，大家一起来吸收分多金。是